今天带来的是法政的视频，仅次于刘备的蜀国二奶，敦兵士信 S， 其他士信除了骑兵都是 A， 算是前期不错的辅助，智力成长方面勉强入个一流吧，其他的属性就堪忧了，但是速度却是谋士排行里比较不错的，这也定位他算一个辅助。自带战法，以逸待劳，治疗我军群体二人，治疗率 154%， 受智力影响，并且使下三次伤害分别降低 50%、37.5%、25%， 都受智力影响，且受到控制时候有 40% 几率免疫，受智力影响，真的挺不错的一个技能，尤其是经过了一次加强以后，让法政一跃成为蜀国顶级辅助。传承战法，沉沙绝水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战法一般般，在有了法政和郭嘉的情况下，可以考虑拆一个来弥补战法缺失的问题。队伍构筑方面，蜀智、蜀盾、蜀枪都是比较常见的阵容，蜀智带上吴当飞军加八门金锁，搭配诸葛共同辅助庞统，兵书我们选择元骑必攻立军百战 S2S3T0 阵容，蜀国天花板。蜀盾和蜀枪方面更多承担的是刘备的替补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刘备的嘛，带上御敌、圣器、坐守孤城、特种兵等辅助战法，当一个工具人，配合自带技能的回血减伤，让法政为队伍带来了极大的帮助。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的黑科技三世阵法政，队伍方面有很多，但最强的我认为是法政夏侯渊太史慈的构筑，当然组队方面只要有了合理性，跟谁搭配都没啥区别。总的来说，前面赛季抽到法政可以当辅助奶妈来使用，自身百搭的兵种适性和自带战法的优秀，让他完美成为蜀国性价比神器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一键三连，下期再见。